除了小朋友以外，鹿港一间知名连锁米发业者，二月十四号圣诞夜，有五十外位员工变装菜鸡，大家打扮成各种圣诞节的造型，伫街仔路甲大家互动，最后是行到鹿港天后宫拜拜，就亲像一场中西文化的交流。除了圣诞老人，鹿港跩圣诞造型以外，设计师嘛打扮了真侪卡通人物的造型，看起来是非常的趣味。为了甲大家做伙分享圣诞节欢乐的气氛，鹿港知名连锁米发业者特别办理一个变装菜鸡活动，体验一个外国的文化。今天的话，我们就是因为在平安夜这一天，然后我们在鹿港的话举行了一个我们雅顿的一个游街彩街的活动。那主要就是我们办的话，就是有办那个圣诞小精灵，然后跟那个我们的马里奥，吼，然后还有一些cosplay 的部分。然后主要我们要去天后宫，然后祈求拜拜，然后祈求大家每个同事的伙伴就是可以平安。有者希望借由变装彩鸡活动，伫圣诞夜甲欢乐带予大家，予大家伫圣诞节感受到幸福甲欢乐气氛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鹿港采访报道。